可以站起来了哈，可以呢边吃边喝呢来运动一下，跳恰恰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飞鹰的圆圆，谢谢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在广东的福建歌都唱过了，第三首歌呢，想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轻松的一首华语歌。那这首歌曲呢，这个非常的轻松，非常快乐。那送给你们这首《小情人坏东西》，希望大家一同的来欣赏。也要再次谢谢我们的飞鹰大乐队老师们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.
穿了，叫我这样穿这样，我哪里敢花费一定要？我就觉得安迪给跟哇，你叫三岁啊，他我不拿你买的，比方过年我们就穿了。那安迪来跟我讲，我说这个布买不到，这个是看厉害，以前你的裤太有版权，连衣服都有版权，所以梁志强是从照片 scan 出来才去叫人家在中国做出来的布。人家安迪讲哦，哦啊，几岁啊？你该做什么？啊，无啦，你这个布真啊，我搓出来过年搞掉，做一趟门布。穿棉布，穿棉布。我又不是你老婆，又不是你小三，又不是你小四。搭档啦。搭档啦。啊，你上个大铺的吼。大铺有啦，因为都会使用啦。我是家神公变，啊，清明爱搞拜完老婆顺手就给送给你啦。啊，你看我是。变成啦。对呀、啊。你这皮会烤得水啊。买来烤会把你尿，我唔敢穿啦。会把你尿都敢穿。会把你尿是什么？会把尿就灰灰啊。成语啊。啊，那不知道，福建人讲会把你尿啊，太花了啦。但我不敢穿，我这个还敢穿呐、啊！下一位歌手那一套衣服叫我穿，我真的不敢穿嘞、欸。这是国三来的。真的，哇，七十年代八十，他是豆哥经纪出来的。他的唱片几多嘞？我跟你讲，听那个958，听到他的歌。男生在新加坡跑歌台，他的。